泰式的打五局习惯了，哎哎，怎么还拿头来顶呢？这种自我牺牲的动作啊，是。哎，哎呦，反击很快，哎呦，很重的扫地，哎呦，这两拳明显击中了，哦，又是一对，开始是在往前压。 又一个，有一个，有危险了。罗子生今天的状态，哦，因为罗子生拳要吃透，漂亮，对，吃透，对，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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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俩都危险啊。邓能防守的时候，罗子生这个拳有点打不透，是。右手反击这一下，你看，抬手要护手，对，高，啊，漂亮，前手，哎，对。 他的体能会怎么样？反正到现在为止，他一直还是。罗子胜这一局的状态要比第一局要好。这个第三局就很重要了。哎呦，这一拳，哎，很重，很重，很重扫，也是到了中近距离，只能用这种搂抱。邓能在第三局之后啊，自己的后手都没了啊。罗子胜要往里压的话，就再坚决一点。对。 都行了，不是洪水水怎么办？哎呦，对，你能这个用脑袋。好，又是几拳。而且很奇怪啊，有欠缺啊，所以我觉得罗总在训练的时候要加强，要注意要加强这一点。对，年轻选手今年只有23岁的罗子胜。对，因为。 我们有时候在北京，他生活的地方啊，我们也比较近啊，也常会在一起吃饭啊，或者沟通，在一起。好，放正。有请颁奖奖金。